接下来要来介绍的是我们这个AUX 的输出哈，也就是 bus 哈，我们把它说这里改起来，这 bus 一到八，bus 一到八一的量哦，这些东西就是 bus 一到八的总音量，千万是 bus 一到八的总音量。那第一轨，比如说第一轨，我这个 bus 一我就不送，bus 二也不送，第三但没设定的基准。爱给，爱来加，一嘞，好来，加设定第一轨其实我们前面麦克风都没有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现在红色的我们是设定到那个超低音了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AUX 一。一看，你看啊，这边红色的我跳开，要么我跳开，要么我跳开，也就是说他们都有跑到这边来。哎，这起 AUX in 就是那个6.3输入，6.3输入给你，它要到每一个 bus 多少，每一个 bus 多少，底下来控制，有没有看见？现在我们到现在是 USB 到这边多少嘛？哈，过来接嘛。现在21、22、23，那就是咱的监听的设定方式哈。监听的设定方式要注意哈，因为设定的时候一定要亮起来。那监听的话就是设定在 bus 的一到八，bus 的一到八。能见吗？如果设定好的时候，让它跳起来。他就回来了哈，他就回来了，也就是代表说，哎，这里已经各个 channel 跑到各个监听 bus 的一个数据音量，这个是监听的设定方法。